大家好，我是 Tony。我现在正走在外双溪的翠山步道。今天要造访翠山步道，然后衔接碧溪步道，再接大轮尾山登山步道，然后登顶大轮尾山之后，再走棕色步道下山，然后绕回到翠山步道的路口，刚好是O 型环状一圈。哦，翠山步道也很多年没来了。一大早就有蛮多登山的游客。这是以前警察的射击训练靶场。从这边起变成碎石路步道。往碧溪步道大约30分钟。棕色路10分钟。翠山步道真的是一条夏日清晨非常宜人的散步路线。全程都平缓好走。右手边这边有个休息区。这边右手边有一条山径可以爬向大轮尾山。我仍然取直行，还是完整的走完翠山步道，再从碧溪步道那边登大轮尾山。过了刚刚的休息区，现在就一路下坡走往碧溪步道了。前面这边接碧溪步道，取左行往太阳广场，现在取右行走往大轮尾山。这边是碧溪步道的终点，接大轮尾山登山步道，左前方是步道路口，取右行，现在走往大轮尾山。从这边登大轮尾山约15分钟。前面左右岔路，都可以登大轮尾山。我以前都走左边上去，现在改走右边好了。很久没有走这条路了。这边有右岔路往长寿坡。看起来路况还不错。继续爬向大轮尾山。大轮尾山到了，大轮尾山三角点就在凉亭旁边。大轮尾山三角点，
现在上午9:15，所以我从翠山步道入口走到大龙尾山的山顶，还休息，总共花了70分钟，那就在这边休息一下，再继续走棕色步道下山。8:35离开凉亭出发，往棕色路二段0.88公里，大约20分钟。接下来就一路下坡了。前面直行接金融产业道路0.7公里，右手边这边就是棕色步道，通往棕色路二段。前面有左岔路，左边这条往金融产业道路，右手边就是燕溪古道，很多年没走了，从这边进去大约3分钟可以抵达仙座台山，我就顺路过去看一下，拜拜，遇到山友。这是日治时代，士林街，造林地的，土地界碑。继续往前行。仙座台山到了，看到巨石了。这是仙座台，就是一块，平缓的巨石。面向着大屯七星山，旁边这块巨石，就算是仙座台山，我已经忘了入口在哪里了，找一下山径的入口。没有看到绳索，也没看到登山条。看起来应该就是从这边上了。没错，就是这里。这边有梯子，爬上来了。这里就是仙座台山，没有基石。离开仙座台，原路折返。回到棕色步道了。现在继续往下走。马路就在下方不远处了。棕色路二段到了，这边刚好有一个公车站牌，这边的公车站牌名称是大龙尾山步道口，公车255中13，转了一圈环状路线，大约走了2小时又15分钟，包含拍影片跟休息，详细的交通资讯、路程时间、地图网址连接。我会放在影片下方的文字说明栏里面，欢迎参考。我现在就沿着棕色路二段，走往前面路底的翠山步道路口，我车子停在那边。今天的翠山步道大龙尾山
棕色步道之旅就在这边结束。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